反正本来也没指望你能把它修好，要不我们就在路上来辆车，看看能不能找到附近的修理厂。会有车停吗？停不停，问题的关键在于看谁拦。哎，你干嘛啊？这么危险的动作怎么随便走呢？这哪儿危险了？我也没停在马路中间。这样，我再往后退一点。哎，行了，太不靠谱了，还是我来吧。这能行吗？算了吧，咱们要不就把车就……上车，这也行。